我给你妈打个电话吧。别呀，别让老人家着这份急呀。我跟我妈说了，说跟你在一起。我妈说，啊，跟你在一起就行，晚上不回来都行。我妈还说呀，说住你那儿都行。哎呦，疼死我了。 电话号码是多少？哎呦！喂，阿姨。哦，我是阿琴啊。哦，我现在跟王老师在一块儿呢。我们俩现在在医院。王老师不小心摔了一跤。 哦，不过他没事儿，一点事儿都没有，医生都给他检查了，什么事儿都没有，你就放心吧。对。啊，你现在要过来呀？别让妈来。我们现在在西京医院，骨科急诊。啊，好的。你路上小心，注意安全啊。别让妈。好。哎呦，就别让我妈来就行了，有你在就行了。一会儿你妈过来了，我就先走了。 你别走，我现在不走，等你妈来了我就走，好吗？你走我就疼。那我在这儿你就不疼了。你在这儿我就不疼。那我又不是麻药。你就是我的麻药。哎呦，哎呦，抽上了，这儿腿肚子给捏两下，哎呦。 王老师现在怎么样了？哎，哎，哎，看来我得亲自跑一趟。 伯母，哎呦，在这儿呢！哎，伯母，您是？他是阿琴的妈。哎呦，对，哟，您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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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坐坐坐坐，哎，坐下。哎，哎呦，真是呀，谢谢你来了，大老远的还跑过来。哎呀，是，你说这是怎么回事？伤这么厉害啊？伯母，哎呦，慢着慢着。是这样啊，我骑了小单车啊，就追阿琴。 我提醒他呀，安全第一，其他第七。结果呢，我趴那儿了，我太不注意安全了。哦，这都伤在什么地方呢？这呀，对吧？哎，就那腿，那腿关节，还有那胳膊、那个肩膀那儿，这都不能摸，摸就疼。哎呦呵，那伤的这么严重啊？是。哎呀，是阿琴给你送到这儿来的？是阿琴给我送到这儿。哦。 他呀，昨天晚上在这儿治了一晚上班，今儿早上我看到他也困了，就让他回去了。哎呀，说阿琴这孩子。
真是太让我操心了。别说他了，你别难过啊。我不能。我回去是批评他啊。您别批评他。哎呀，你们俩也是的，这都多大岁数了？三岁还以为。四十多了。啊，是啊。哎呀，你说还让我们这些当妈的操心，你说我们要操到什么时候？哎呀，你一提起这个呀，我这一辈子啊，为了他，这把心都给操碎了。四十岁了不结婚，哎，你说这让我多着急呀！伯母，我为什么不结婚呢？没合适的，是不是？这上帝都知道我，让我等着阿琴。我这年轻守寡把他拉扯大，这我容易吗？都到这岁数了，现在连个孙子都没抱上。哎呦，你也真是不容易呀。建国啊，挺不错的。我一见到他，我就挺喜欢他的。我一见到您，我就喜欢您。你喜欢我们家建国？哎呦，那可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也喜欢你们家阿琴。当我第一次看见阿琴呀，我就感觉她就是我儿媳妇了。哎呦，咱们俩的感觉真是一样啊！哎呦，真是。这是来不进来。喂，是，我刚到实验室。什么事儿啊？哦，行行，我来。哎，这儿。什么事儿啊？上车再说呗。去哪儿啊？去了你就知道了。喂，阿琴吗？哎呦，你在哪儿啊？我说你这孩子你怎么这样啊？人家可是为你摔的。啊！你把人家一个人扔在医院，你就不管了？你上班没时间，你下班总有时间吧？我跟你说啊，你必须去，听见没？烦死了！你说你惹他干嘛？你为什么要惹他？你为什么要惹他呀？不想去。你不想去，就能不去？现在医院没有一个人照顾他，就得你去。难道我天生就是一个照顾男人的命吗 ？No！ 这都出院了，阿琴也不来接我，打电话他也不接。哎呀，他不来就不来呗，你也就别着急了。那肯定是人家没看上你呗，啊，那就算了吧。感情这事儿呀，是强求不得的。那我要是看上他呢？这强扭的瓜不甜，就你这一头热没用啊，孩子！我就不信强扭的瓜不甜，这回我就强扭他。姐，那个王建国是不是追你啊？哎呦，你的命可真好，还有人追。我都闲了这么多年了，怎么就没有一个人来追我呀？你小点声，干嘛老跟我比呀？我不跟你比，跟谁比啊？咱们部门就咱们两个女的。你没人追，也没人烦，我还羡慕你呢。真的假的呀？你找我来，到底什么事儿？想请你帮我个忙，你说，进去再说，好吗？好。这里就是客厅了，我用了你最喜欢的米色。好。后边有一个大院子，
可以养一些花啊、草啊什么的。还可以养猪养牛吧？只要你愿意就可以。请坐吧，坐会儿，来。你怎么这么客气？找我什么事儿？先喝点水。下班了，我送你回家。我自己有车，不用你送。那你送我回家，我没车。你这人怎么这样？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我跟你不合适。有什么不合适的？咱俩哪哪都合适。你看，我是老师，你是厨师，咱俩都是狮子辈的。我42，你39，啊，多合适啊！女大三抱金砖，男大三赛老虎。我警告你，站好了，能别动吗？喝了干红了。我现在开车走了，你不要骑车追我。你喝了酒更不能跟着我了，对不对？不然你摔成什么样，我也不会管你。你要是不怕疼的话，走。走。就是想跟你聊一会儿天儿。我这么忙，你找我来聊天儿？算了吧，我还是……你听我说，你知道吗？这栋大房子就是我的梦想。从我大学毕业留在北京开始，我就一直梦想着想拥有一套像这样的大的房子。我甚至觉得这是我的终极理想。可是，一年一年的打工生活，让我渐渐有点绝望了。租地下室，跟别人合租，每天挤公交车或者是地铁上下班，每个月拿着微不足道的薪水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个头。不是每一个女孩子一开始就想靠男人生活的，他们也想靠自己的能力去拼搏，去努力，去挣钱，然后拥有自己最浪漫的爱情。可生活太现实了，真的要靠自己的话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拥有像这样的一个家。当我得到这栋别墅之后，我以为我已经完成了我的终极理想，可是后来发现我错了。我住在这栋大房子里，我不但没有感受到快乐，我相反的还觉得我非常的孤独，前所未有的孤独。也许是这栋大房子放大了我的孤独，我才真正的明白我到底需要的是什么。是什么呢？一个家，而不是一个空房子。这个家里应该有丈夫，有孩子，一家三口幸幸福福、快快乐乐的生活，这才是一个家。否则它就是一个水泥盒子，对吗？老公，我错了。我知道我做了一些无法挽回的错事，但我自从离开你之后，我才真正明白我最应该珍惜的是什么。也许一开始我是为了目的才去接近你，圈住你，让你留在我身边。可是现在我真的发现我已经离不开你了，真的。
我已经爱上你了。老公，我请求你原谅我这一次，再给我一次机会行吗？我吃饱了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出去走走。桃子怎么了？可能是因为啊，乔走的事儿，心情不好。嗯，你们俩也真是的，这么重要的场合也不打电话把我给叫回来。你工作那么忙，连约会的时间都没有，哪有时间？操这些心呢？王建国给了你什么好处？嗯，你这么替他说话？哎呀，不是给我什么好处，我是被他的人品打动。什么人品？不就是帮你收拾个房子、绣个花吗？妈可是为你好，怕你嫁不出去。你看咱们家，全剩下女的了，都是一些女光棍。桃子结婚还早着呢，恐怕我啊看不见。女光棍怎么了？过得也不比别人差，犯不着为男人操心。不是女人为男人操心，而是男人为女人操心，知道吗？您说的是您这种女人。您是让男人为您操心的，我们不是。我们找男人呢，就只能让我们呀，替男人操心。你们俩说话都太偏激。哎呀，不能拿筷子吃我妈。我想跟你说，男人呢，也不是用来操心的，也不是用来依靠的。夫妻俩就是搭班过日子，不至于阴阳失衡，要互相依靠，互相操心。懂吗？哎，你吃完了？你去看看桃子。哎，阿琴，王老师。哎。我跟你说的已经很清楚了，我们两个人不可能。你怎么不可能？可能。你喜欢我，我也喜欢你。你妈喜欢我，我妈喜欢你。阿桃喜欢我。谁喜欢谁也没有。我不喜欢你，我们两个人能行吗？给我个机会，老天爷都知道我在等你。我的老天爷不是这个意思。咱俩不是一个老天爷吗？肯定不是，王老师，你别再纠缠我了，这跟你的职业、年龄、身份都不相符。爱情是不分年龄、职业、身份的。哪有爱情？在我心里。王建国，请自重，请自重，王建国。建国，哎，快请进吧。哎哎，嗯，请进，坐吧。您坐，伯母。嗯，你想喝点什么？不用了，伯母，我带了白开水。哦，你的伤好利索了吗？好多了。这段时间呢？我到一个剧组串了个角色，所以一直挺忙的，没去看你。我说呢，阿琴也没来医院看我呀。嗯，她最近吧，他们饭店那婚宴酒席特别的多，再加上他们那儿厨师长啊辞职了，一直都没有合适的人选，她是代替厨师长在工作呢。忙得要命，所以没去看你。你不要怪他啊。是这样。嗯。那他怎么不跟我说呀？他好像一直在生气。我去找他呀，他鼻子不是鼻子，脸不是脸的。我一张嘴他就生气，我都不忍心惹他生气。他就是这脾气，刀子嘴豆腐心。
刀子嘴豆腐心，我就喜欢豆腐嘴豆腐心。哦，好久没按摩了吧？啊啊啊！哎哎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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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按足底。啊，不用，你伤刚好，你还是歇着吧。没事，我有力气。不用不用。好久没收拾屋子了吧？我去给您收拾屋子。啊，不用啊，不不，回头我叫小时工来扫就行。我比小时工干得细腻。啊，您歇着，您歇着啊。说啊，我觉得这个王建国吧，还是真喜欢你，啊，你是不是再考虑考虑啊？你看你对他那样，他还这么追你呢，这多不容易啊！现在正帮我干活呢，特卖力气，嗯，我都觉得挺可怜的了。你就再考虑考虑吧，啊，啊，啊，好好，我不打扰你了啊，就这样啊。帮我个忙呗，干嘛？把他骗走。为什么要把他骗走？那好出去。那你得请我逛街，我还请你吃大餐，法国大餐、联合国大餐都行。哦了。靓女，不能摸手，阿琴会妒忌。你过来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走走。什么事儿？你等晴姐啊？对，我接阿琴下班。那个。你到底喜欢秦姐什么呀？我喜欢她，我一见着她就喜欢她，我见不着她我就想，我每天都想她，我就是想娶她。我这么大年纪为什么不结婚啊？就是没有遇见合适的，老天爷都是让我等的，你说是吗？是不是？嗯。哎，你听没听说过有一句话？啊，就是把这个女人啊，要比作衣服啊，不是任何牌子的衣服都适合你穿。阿琴就适合我穿。哎呀，这感情这个东西，不是你想怎么着就一定能怎么着的，你能明白我说的意思吗？你做什么的呀？我政治老师。难怪。我只知道，问世间情为何物。只见人，人生相许。哎，不对，那叫问世间情为何物，那其实就是男女互相耽误，明白吗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我不跟你说了啊，我还有事儿呢。哎，啊，说的有一定的哲理性，通俗易懂，很有哲理。你再给我说说。真的？再说说。哎，哎呀，你不能摸我，阿琴会妒忌的。咱就这么说就行，不摸我，不摸我。你真觉得我说的话有哲理啊？有有有。啊！哎呦，真是朋友易，朋友易得，知音难寻。我觉得咱俩挺有缘的。不能笑，看见会吃醋。Thank you.
爱吃饭。你给我缝上来。尝尝，都是你爱吃的。都是你做的？对呀，不相信吧？我以为你叫的外卖呢。我这几天都在厨师学校学习呢。来，快尝尝。哎。你先尝尝这个鱼，好不好吃？好。嗯，怎么样啊？这还真有点意思。那你多吃点啊。哎，嗯，哎呀，一个人的变化啊，能够这么大。哎，阔阔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啊，你说。你那个卧室里边怎么会摆着我们一家三口的照片呢？我也想摆咱们两个人的合照，但是我发现咱们两个一张合照都没有，我甚至连你自己单人的照片都没有。嗯，老公啊，咱们以后多出去旅旅游，多拍点合照好不好？好啊。你，姐姐，你，我是阿琴的男朋友，也就是未婚夫。阿琴出去了。伯母在吗？我想跟她聊两句，就两句。啊，嗯。看书呢。什么书啊？谁呀？伯母。伯母。你找阿琴吧。是啊。她刚出去，坐吧。伯母，我想跟您聊两句。怎么了？阿琴啊，她不理我。哦。可我喜欢她，我就是喜欢她。我一见着她我就喜欢。你说我这么大年纪了，为什么不结婚啊？没合适的呀。老天爷肯定都让我等她，您说是不是，伯母？可能是吧。伯母啊，这些日子呀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是不是得了植物神经紊乱了，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啊，噩梦啊一个接一个呀，再想躺下睡，怎么着也睡不着了，就想啊想啊，就是想阿琴，我一想她呀，我这肋不扇儿这儿啊，从外方里窝着疼。别提了，您不行，您摁一下。哎呀，现在又开始你那你不是想他？嗯，你是那伤还没好呢。反正我就是喜欢他，我就是要娶他，伯母，我就是要娶他呀，伯母。以后我娶了他以后啊，这屋子啊我收拾，菜呢我烧，饭我做，我伺候您，像伺候我妈似的伺候您。我好好的照顾桃子，就像对我女儿似的那么对待她。我伺候阿琴，我会把她伺候的舒舒服服的。我有十八种伺候人的方法，十八种。行行行行行，您需要。嗯，你有这份心意啊，我就再劝劝她啊。谢谢你，伯母。不用谢，费心了。我是看你挺可怜的。伯母，我呀，都觉着我可笑。哎，伯母，屋子还没收拾呢吧？啊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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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我们这儿，你这儿多干净，不用收拾，是挺干净，挺干净的。我去擦油烟机啊，油烟机，我把它拆下来擦擦啊。您坐，伯母，您坐。辛苦了，改天请你吃饭。昨天几点才把他给打发了？姐，我昨天跟那王老师一聊，我觉得他人挺好的，他真的挺好的。姐，他真的挺好的，因为你是个花痴。你为什么不喜欢他？我跟他不合适。哦，没对上眼儿。我觉得挺男人的呀，那是你看走眼儿了。你要跟他这人一接触，他这个人絮絮叨叨、磨磨唧唧、小里小气，反正不像个男人，他更像个女人。这男人像女人更阴柔，
现在更时尚啊。我老了，我就不敢这时髦了。不过你还年轻，如果你那么心仪他，你可以去追他。你说的真的假的？还是算了吧，家伙，我告诉你，他这个人性格有问题，真的。特别心机啊！阿金姐，外面有人找你。谁找我？我也不认识，高高的，胖胖的，戴眼镜。去吧，人又来了。我在这儿，薄荷呢，润喉，我就坐在这儿。过来。去哪儿？过来。嗯？去哪儿啊？咱们喝咖啡，我喝白开水。啊？去哪儿啊？小刘，看见这个人了吧？看见了，我是她男朋友。薄荷不吃，谢谢。润喉，不吃。如果他下次再到咱们酒店来，你一定不能让他进来，听见了吗？听见了。谢谢啊，小刘。好。哎，我是她男朋友。啊？您让我进去。不不，您要是再这样，我就报警。怎么能这样对我呀？他连酒店的大门都不让我进，还让一保安盯着我，您说他多狠心啊！伯母，我就是喜欢他，我就是喜欢他。您说我这么大年纪为什么不结婚呀？啊，我没有合适的，老天爷都让我等的，您听见了吗，伯母？你等我娶了他，我会好好对他的。还有您。伯母，我像伺候我妈一样伺候您，您听见了吗？妈，听见了吗？妈。对了，妈，我让您劝他，您劝了吗？妈，妈。哎，这可怎么好啊？忒麻烦，什么事儿？人不在，看清楚了没有？不信你自己去看呀。嗯，你说你啊，都这个岁数了，还有男人狂追你，你心里偷着乐吗？那我多大岁数了？我心里只想偷着哭。得了吧，口是心非。你啊，这叫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。我跟你说吧，这女人啊，就算是碰到再讨厌的男人，都希望他锲而不舍的追求。妈呀，就这眼神了。那是你，不是我。谢了，走了啊。哎，走了？哦，利用完我你就想走啊？还想干嘛呀？请我吃饭。你买单。我请你喝杯咖啡吧，再加两勺伴侣吧。坐。你好，二位点点什么？老规矩。一杯白开水。不，两杯白开水。好的，请坐。等一下。要两份你们这儿最贵的牛扒，七分熟，香煎银鳕鱼一份，水果沙拉、蔬菜沙拉各一份。要瓶红酒，最贵的。我们这有拉菲，您需要吗？需要。87年的，8900元，可以吗？可以。请稍等。
你不是想跟我谈恋爱吗？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。Are you OK？ 可以。回来了，你吃饭了吗？哎，过了。黄建国找过你吗？找过了，我们俩一起吃的饭。哎呦，你想通了？现在不是我想通不想通的问题，是他要回去了，想通了才行。那你打算怎么办呢？不告诉你。那告诉我吧。的时候，他脸儿都白了，一点血色都没有。我估计这回他肯定是放弃了。我马阿琴一瓶酒就要花他两个月的工资，他养得起我吗？放弃最好。男人有钱没钱不重要，小气是要了女人的命的。不过我提醒你啊，你们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，千万别让桃子参与。我又没让桃子参与。你的剧本写的怎么样了？一稿已经写完了，现在已经有投资方准备拍摄了。电视剧啊？电影。有没有我妈合适的角色啊？没有。给她写一个呗，边边角角的。我最讨厌专门为某个演员写戏了。以前就有投资方，总往组里塞演员，我都是拒绝的。跟我合作的导演也知道我的脾气，从来不塞人。你觉得我会为你妈专门写戏吗？什么了不起的？跟咱爸一个样。所以咱爸才让我敬重。哼，怎么了？捧捧自己家人怎么了？咱妈那也不是一般人，在人群中那也是很有特色的。我告诉你，只有你能把咱妈写得最生动，因为你最了解她。我敢保证，你写的咱妈，让咱妈演，在你的戏里面，肯定最出彩，肯定比那些所有什么大腕演员都要出彩。只有你能写出她的神韵，她也能演出你写的神韵来。算了算了，你不用想了，就只当我没说。你要有什么合适的机会，就给我妈推荐一下嘛。演员嘛，不就想演个戏吗？我倒是想用一下桃子。我以为你说这个电影有我妈合适的角色呢。桃子你就别想了。为什么？我不想让她干这个。没有外面传的那么恐怖。我也没说恐怖，反正我不想让她干这个。名利场，女孩子太辛苦。有我在的，她辛苦什么？反正不行。那你想让他将来干什么呢？哎，你倒是可以培养桃子写作。不行，坚决不能让他干这个。头发都快掉光了，这活熬的可是心血，我可舍不得咱们家桃子干这个。水灵灵的大姑娘，没过两年熬老了。天哪，我们俩的谈话就是风马牛。我想让咱妈演你的戏，你坚决不同意；你却让桃子演你的戏，我坚决不同意。我想让桃子跟着你写作，你坚决不同意。所以我们俩的谈话就是风马牛，也许你写的电影也是风马牛。我妈不演也就不演了，哎呀，不演了。